其實有幾個方式咧，可以好簡單，就算冇工具都可以分辨到邊個係主力場，邊個係專場。OK。最近咪好多人關注主力場呢個問題嘅，咁其實究竟點樣判斷邊幅係主力場啊？係。阿 Ken 啊，嗱咁樣樣啊，其實咧基本上好多人認知咧就係話啊，主力場咧其實佢通常敲打啊或者各樣嘢就可以分辨到嘅。其實有幾個方式咧可以好簡單，就算冇工具都可以分辨到邊個係主力場，邊個係專場。OK， 例如而家呢個位置，我哋有一埲主力場，有一埲咧就係專場喺呢兩個位置。咁我用一個好簡單嘅方式，唔使工具嘅。基本上你聽聲嘅啫。嗱，聽唔聽到個分別啊？嗱，呢個咧就有空心嘅，聲係唔同。空心嘅感覺，呢個一定係專長嚟嘅。OK， 而呢個實嘅打落去，手都痛啊。OK， 呢個有個回彈力嘅。咁啲反震力應該都。嗱，聽唔聽到啊？嗱，呢個打落去痛啊！哎呀～咪就係咁樣分辨咯，但係好多人咧就話：哎呀，唔係㗎，我又要轉開先至睇到，千祈唔好，因為點解呢？你一轉個主力場嘅時候咧，入邊會有鋼筋，咁我哋就唔建議啊，所有人咧就話：喂，我呢度做個燈喉，你睇到呢度啦，我哋都係打馬仔嘅啫，你唔可以鑿坑啊！如果你一鑿坑嘅話咧，你會損壞入邊嘅鋼筋。OK， 咁你只可以明裝啲嘢上去。OK， 你睇到呢個掣都係啦，我哋冇鑿坑床喉去做嘅。咁如果你話喂嗰、那個主力牆咁啱就喺我個電掣度喎，點樣做啊？改位 ，OK， 由地下走上翻去，咁你就可以非常簡單地嚇，即係話我哋其實設計咧係應該因應現場環境去改變你個日常用法嗰個空間，你反而係要知道呢樣嘢係唔拆得嘅，咁我用咩方法可以改到去另外一個位置，亦都可以做到同一樣方法。去做一件事，咁就唔會影響到個主力場啦。咁呢個係簡單嘅步驟去分辨 ，OK？ 咁如果你話想深入啲嘅咧，你可以去屋宇署嘅網站，咁我哋會有連結，轉頭會教你嘅。究竟去屋宇署個網站點樣搜尋，揾到個 floor plan 之後咧，就可以睇到成件事噶啦。咁因為咧主力場咧，佢呢個主力場咧，呢個專場咧，專場係有個厚度噶。其實個厚度咧，呢個大概係100左右嘅 ，OK？咁而主力牆咧，250至300不等，或者係柱位。上網就 download 咗份平面圖咧，咁究竟可以點樣分辨邊一幅先係真正嘅主力牆？阿 Ken 啊，頭先我哋都好清晰啦，即係基本上我哋如果用手去分辨咧，即係簡單去分辨主力牆同埋專牆，大家都睇到啦，即係敲打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我哋可以按照嗰個平面圖可以睇得到嘅，上去。屋宇署個網站 download 咗份圖落嚟咧，其實佢喺個結構牆裏面咧，佢會出現啲尺寸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係主力牆嘅話咧，佢係會多過200以上嘅。係啦，佢個主力牆咧就比一般嘅普通牆咧係厚好多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係專牆嘅話咧，大概100度嘅啫。咁如果去到主力牆咧，200甚至係300左右。OK， 咁基本上咧，你可以自己好容易就可以分析到。邊個係主力牆？呢啲外圍一定係主力牆啦。你咁樣望嘅話，咁但係只要你唔係有太大嘅損壞，佢嘅鋼筋咧，基本上咧都唔會構成一個危險嘅。OK， 咁啊，主要呢兩幅係唔拆得啦，好明顯。其餘呢啲牆身咧都可以清拆嘅，因為係專牆嚟嘅。OK， 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好擔心，我唔想喺即係普通攞份平面圖出嚟就睇到曬成件事，認為。咁最好咧就上屋宇署個網站，佢哋有曬所有嘅結構圖 ，OK， 清楚列明每一個磚牆細節，邊啲係concrete wall， 咁你就可以好容易分辨到邊個係主力牆，邊個係磚牆，咁你咪拆得安心咯。其實咧一般咧，如果有啲客係真係認為咧好擔心個師傅嘅經驗唔夠，咁你可以揾結構工程師，首先叫佢睇咗。圖則啦，跟住再到現場視察，跟住先去做，呢個係最好嘅解決方法。
因為就算可能一般的師傅，其實他們是可以分辨到的，我都認為。咁當然要有翻年資咁上下嘅師傅啦。咁佢哋拆嘅時候咧，其實敲打嘅時候，我頭先都做過俾大家睇噶啦。敲打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容易分辨到個專長同埋主力場嘅。當然有啲情形咧，係可能某個位置佢打落去都比較實嘅，可能佢本身都係用咗石屎批檔。而不是真真正正的主力場呢，最好找合資格的結構工程師去幫你分辨，那你就萬無一失了。其實我們都收到一些村屋裝修的客戶的，但有些村屋的裝修客戶都說想拆牆，但他又不知道分辨到那個是不是主力場或者橫梁之類的，可不可以跟你解答一下？可以，其實Ken是這樣的，一般來說我剛才那三個動作你們做完之後呢，你哋其實村屋咧有少少問題嘅，因為村屋咧佢本身咧舊嘅村屋同新嘅村屋，佢哋嘅結構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可能日後咧，我哋可能喺現場解答俾大家知，但係初步咧我都可以話俾大家知嘅。咁一般咧有種舊式嘅村屋咧，個橫梁咧就即係所有主力咧就喺曬個橫梁，咁就走四角嘅。咁一般嗰啲村屋咧，中間的位置全部都是專牆嚟嘅，但亦都有些做法咧，再即可能近排啲嘅，佢哋會用中間做主力牆去做承托嘅，咁要視乎翻嗰間屋嘅結構啦。咁亦都係同一樣嘢啦，你亦都可以在屋宇處可以找到嗰啲村屋圖，可能就是有某些嘅村屋，因為佢哋可能是紅字屋或者是很舊式嘅啲屋。就屋宇處找不到的，所以這個呢就最好找啱的合適，即是承辦商又好，你結構工程師又好，最好找他們去 check。 因為為什麼？每間村屋的結構都是不同的，所以其實村屋呢有很多是你未必，如果不是專業人士呢，未必分辨得到，亦都未必 call 到圖，所以要按照每一間村屋去現場看過所有的結構，究竟個橫梁是行曬所有結構啊，定是他哋本身用牆身做承托的是主力牆嚟嘅？咁呢個要好小心咯，因為如果你好簡單啫，如果你譬如屋宇署都找不到呢些村屋的圖，咁其實很大問題噶嘛。你拆了啦，咁見到鋼筋啦，咁你點算咧？係咪？所以其實村屋的 risk 咧會大過一般的樓宇，因為很多時候找不到圖 ，OK， 所以最好找合資格的結構工程師去幫助你看下邊幅是主力牆，他哋有儀器，他哋有佢哋嘅專業，咁可以看到究竟邊幅是主力牆。而先至去拆，因為村屋比較複雜。Alex， 有時咧個橫梁真係好礙眼嘅喎，咁個橫梁其實係咪真係唔可以拆，同埋個樓板亦都可唔可以拆嘅？其實咁樣樣嘅橫陣咧，我哋就唔建議去拆嘅，因為橫陣咧係一間屋嘅主力重心。呢、這個橫梁咧，如果你喐咗佢咧，間屋咧就有機會冧嘅。OK， 好大機會添。咁其實咧，我哋講緊樓板咧，有好多時咧，有啲客咧係想可能開個樓梯上樓上或者落樓下，係咪？有好多時都會係咁嘅。咁基本上咧，如果你揾個結構工程師入紙屋宇處，而屋宇處批准你去做呢樣嘢咧，其實你係可行嘅。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就係會揾咗結構工程師啦，計過個樓板嘅面積，你究竟拆幾多啦，而點樣去加固嘅 ？OK， 但係陣位我就百分百可以肯定啦，係唔可以拆嘅。OK， 甚至是你所講的門口位，咁其實可以做加固的。OK， 亦都有人會選擇找屋宇署入紙入 BD， 找結構工程師去做呢樣嘢嘅。OK， 咁如果你經過屋宇署，經過曬 BD 嚇結構工程師去批准入咗圖紙嘅話咧，你絕對可以做。OK， 但係佢哋會幫你計數噶嘛？究竟嗰個 loading 可唔可以負荷到嘛？所以呢個你就唔使擔心，揾翻專業人士去做呢件事咯。咁你就可以清拆，但係橫梁就一定唔得噶啦。OK， 咁啊主要我哋今日介紹咧就係咁樣樣咯。OK， Easy House 會因應你嘅預算同埋你嘅設計風格，去配對翻三間適合你嘅裝修或者設計公司。
我哋嘅配对专员会帮你分析报价。当你拣好咗公司之后，咁我哋嘅配对专员仲会陪你一齐见证签约，确保你系明白合约嘅内容，并且同意先至会签约噶。咁喺工程期间，如果你有任何装修上面嘅问题，都可以问我哋嘅配对专员。Easy House 让你装修设计安枕无忧。